明，我看你面色真歹，凶凶公公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对啊，啊你不是讲要惊啥？找阮阿婶要甲报讲，啊哪会阁走倒转啊？启禀娘娘，魏忠业带着人马已经找对家来，此地不能久留。什么？可恶的奸臣！十七年来，也阁唔放阮甘休，我是要赶尽杀绝。娘娘，咱来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也好，春花啊，你赶紧的，去拜望四大姑娘，收拾行李，咱马上走。无咯，啊，这个所在咱刚才住几工啊，尔，啊，就要搬搬扫扫，啊，实在也真费气啊，嘿。赶紧，紧来，紧。阿爹，咱卖走啦，咱搁一挂鸡啊，啊，搁一挂菜农，啊，搁有菜是要安怎嘛？你别管啦，赶紧离开要紧，呀。大明，无论你走去天边海角，我也有办法将你找出来。启禀国公，我无坏人。金兆泰，是。启禀国公，来人找我人。嗯。启禀国公，内底拢无人。启禀国公，内底所有拢找无，大家的人离开无偌久会返。卡，在倒位？等来去送你。杨大哥，你有发烧无？无啊，我人好好啊。哦好，真歹讲。哎，阿三，唔通搁再闹了。你原本要带咱倒转去松林，是阮阿娘的意思啊。来，咱赶紧转来吧。像哪对不对？无唔对。阿三，咱先倒转来去见阮阿母，看伊到底什么意见，咱再做一个决定。你有听爹讲，若要成大事，挺匹夫之勇是袂用的。好啦好啦，唔免讲啊济，吼！你若要转，你家己转，我绝对无要转。我伫个大事若是无完成以上哦，我绝对无倒转乌像人，我要算啦。哎哎，阿三，阿三嘛。既然你当命若是无要转去惊啥，电话去大事为重，也是咱当啊。哎，袂免钱，我甲伊是当行不离当命，阿三等我。电话，哎，大哥啊，啊，伊若要叫阮去嘛，你怎要创啥啦？别讲安尼要来着，电话的性命安全较要紧，赶紧来去看嘛。电话，哎，电话，等我一下。阿三啊，等我一下，阿三，
谢英敢来插你啦？阿娘话啊，哦，连我你这招，心肝是糟糕了唔得。哼，你卖我倒了机会，我绝对哦要甲你变一下，你要哭目屎。连我，阿三明公是我上最好的朋友，我唔准你安尼骂伊。放心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叫伊地公阿中保护你三，厝地不会丢的，等你进来。来你啊，安草，这也做冤家咯。啊，靠啊靠啊靠！惨啊！我去落点这个手来，啊，我若无死哦，绝对会规领皮叫白去啦。公主，啊，人讲大人不给小人过，迄一天我完全哦是伫咧甲你耍啦，无恶意，绝对无恶意。哈哈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哎。嘉信，嘉信嘞，嘉信无歹，你若心中意，我替我对天照做你听，绝对无歹，正经。嘿嘿嘿，你讲我听。用什么办法来给你取缔，才会消我心肝头一百气？不过，你即马，敢那一尾鱼仔落在我的手头，有的是时间尽量上。我想讲，得甲你用煎的较好，还是用煮的较好食？什么呀？你甲我用煎还是用煮的？安怎？你若想介绍，我得甲你用煎的。哎呦，阿娘喂，要甲我用钱？哦，我听你讲的口味，真是要甲吞落啊，就对了哈。也无是安怎？哼，我若要让你死吼，你就是叫爸叫母，甚至叫天公，就无法度救你。嗯，哈哈。夏玲玲，我看你人生都无声嘞，哈，啊，嘴斗遐大，目睭白乎金嘞。我李三是吃四方饭，讲五色话大汉，哈，不是随便讲王哈哈大汉的，你知不知？去、哦。李三，你叫这李三？无唔对，少爷叫做李三，这个无改名，徛咧无改姓，我就是叫做李三。好一个唔惊死的李三！看你人为你不乱，可怜淡色不变幻。今日啊外边你暗算，今日轮到啊外埔湾。
不到一个草野的莽夫，搁这么有男子气概。啊，你安尼，阿则有气魄，阿则有气概。哈哈，爱讲笑。那我李三哦，别项无啦，那是讲气魄哦，哇，真亮相，用不完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叫你。嗯，气魄用不完，真亮相。天骄，咱家抓住，我特别看讲是伊的嘴呢，还是骨头的？甲掠顶啊用剑呢？是，你上好是乖乖替阮转去，那无只，那无要甲用剑啊？我着用掠，甲你掠倒转去。哎，查囡仔伊，安怎？叫凭你这唔食查囡仔，一屁屁啊！对，想要掠我李三，气我嘛？哈哈，我无爱甲你搭边啊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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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敢不是让伊想好看去？嘿，不要紧，只要伊若卖离开家乡，伊敢走有路数。就算讲走到天顶凌霄宝殿，我嘛敢入去。到时阵，我就予伊好看。到底是要去倒位啊？小果山回龙寺。啊？小果山回龙寺哦？你，哎，听说啊，我捌听人咧讲，迄小果山回龙寺遐死查甫哦，迄是绿草围桥哦，迄台人啊敢倒伫咧切菜啦？你，司道明，小果山回龙寺的姐子。史明正，二十年前就已经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，你是安怎？启禀娘娘，史明正虽然占山为臣，也不过伊并不是一个大恶大奸的人物，这你放心。伊是草民的庶弟，也是金陵丐帮帮主苏慧荣的后生。赶紧起来。谢娘娘。老爷，人伫咧讲吼，讲灵交灵，风交风，啊，你甲遐插头的师娘吼，我看吼，你原来毋是好人啊。李大娘，你误会阮阿爹啦，阮叔侄伊落草为寇，是因为英烈，司大明，宝康是当今皇上的后嗣。新的天下百姓的福气，伊是毋是会当人做贵庄？山地干柴，这全在看在你，但愿你好自为之。草民皇兄，草民都是会拼了这条性命，也会帮助殿下将贵庄事造福百姓。真好。总是你认为看爱安怎做，你就放手去做嘛。是。哎呦，金叔啊，你家就要七月半啊，唔知死活哦。春花啊，你太过多心了。公公，这条小路就是乌上南北平方向的唯一出路。真好。安得啦，公公你看，司道明，今仔日就算差死咱难得呗，
海龙，那照这笑声给听起来，魏忠杰的功力确实是进步不少。我看今仔日凶多吉少。英儿，你赶紧保护娘娘，甲小五山回娘家，将这地图交给恁叔叔，叫伊照地图去，都会当找到的，全力来帮助殿下。我来对付魏总监，赶紧保护娘娘走。司徒林，我不准你按你做。娘娘，请你以国为重，殿下需要你。你大娘，你请娘娘走，我袂走，我要到这陪阮阿爹。来，你走，我唔走，我唔相信魏总监迄个野蛮，伊敢亲手来杀我。司徒明，赶紧起来！哎呦，你大家拢不爱走哦，你若不爱走，我是要来去走。司徒明，我家己一个走哦，安尼我敢是算人心？哎呦，就煞啊，答应姑娘啊，行啦！我不爱走，来去找娘娘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参见娘娘。哼，魏忠杰，你这个严犯，你后日唔通来见我。我称呼你这个娘娘是尊重你，唔通要让你面子你唔得。师傅，17年了，别来无恙。阮你的福气，我过了真好。咱17年迄条故事，该是了结的时阵。娘嘞，爸，快走！娘，快走！清净不孝，你也是同款。人倒也唔拄好哟，是谁来伤你？叔，你当老前辈，